他就是，但是你触动到他自我利益的时候，他蛮在乎的，哪不在乎？因为他我执未尽嘛，他可能能承受三级、五级台风，但有一天他可能承受不了四级。有缘众生来触动他，他马上就败了。啊，他还在业报里面，这种就修其实是修偏了。一定要注意，就是对很多这个走着，他有自己迷糊的。对，学金刚经啊，现在很多时候把一切关成冒犯泡影，甚至学大乘道的也走到小乘道上去，甚至还不是小乘，小乘也不是这样走。走着走着就不知道，因为什么回事，就疑惑心就来了嘛，就很多东西你弄不明白的时候，就会产生疑惑嘛。是往前走也不对，退回去好像也不对。所以不管任何时候，菩提心不丢，就是菩提心就是成道的心，就是能从生老病死轮回中解脱的这个心，成就最高无上正的这句就是佛果嘛。成就佛果的心不丢，还有慈悲心不能丢。不管在任何时候，就说万法皆空，你的慈悲心不能空掉，还有因果不空。哎，就是这些地方你要记住，这样你在修学的路上就不会偏空，哎，就不会走得颓废了。就算你业界这个，对对，就算你业力这个世界所有的一切，你也不会修得颓废，因为你的慈悲心在哪儿？哎，因为大爱，大慈大悲，大爱，所以你会有动力，有激情。是这个很关键，对，就是否则你在这个世界上，这也没意义，那也没意义了。是，你为自己活的话就很简单。你今天为自己活，好，我今天打坐八小时，但腰疼腿疼，我为什么要打坐啊？我好像为自己，如果是为了自己休息，我好像躺在那儿睡觉更舒服。我到底为什么要坐在这儿坐着，坚持这八个小时？是，当你有一天你说，我坚持这八小时，我要成道，我的父母就解脱了，我的孩子就解脱了，我爱的人解脱了，爱我的人解脱了，这个世界三界六道有些众生就可以因为我而解脱。如果你从一开始不断的就是念着这些，虽然一开始空谈，你都看不见其他道众生，但你的所有你存在就是为了别人的幸福在存在，为了利益三界六道在存在的话，你不断的去想，哎，你存在，甚至说天下兴亡，匹夫有责，或者是说，哎，这个世界，甚至你会发愿说，哎，我要是就是救度轮回中众生，救度所有这些，其实崇高的这些东西都要应该去，这个要立，对，不要立住，而且时时刻刻的。对，你就遇到事情的时候，这些东西都会起作用的。哎，你平时想好像也自己还有时候学，人家谁需要你救度啊？好像大家都在家、就是、是吧？好像你自己坐在那儿，真的成了一个笑话了。这真的是，但是呢，但是你遇到事情的时候，跟自我利益、跟自我的需要抗衡的时候，那些念头就起作用了，它就会冒出来。所以你曾经自己说过的，还曾经想过的，你怎么能说了不做呢？等等，我们可以做成菩萨，可以做成如来，只是我们自甘堕落，就是有时候我们自己愿意做成凡夫，因为不愿意想那么崇高的理想，觉得不切实际，觉得跟自己的欲望习气是相矛盾的。当我们欲望习气出来的时候，我们愿意堕落，我们觉得堕落蛮舒服的。其实不是你做不成菩萨，是你不愿意做。是那一刻就懈怠了，你懈怠了吗？你往自己误了，就堕下来了，就轮回去了，是吧？只是不愿意，然后你就说，哎呀，好像那股力量太强大了，业力的力量推得我往，嘟就下来了，好像不是我想。我也很想做成菩萨，我也很想做成大菩萨，我很想做成，只要不断的做成菩萨，菩萨不是有一天我就是嘛？问题是你还是下来了嘛？你的慈悲心也消失了。其实习气欲望那么强烈，也不过就是我们生生世世那种认知，再加上我们不断的熏陶，它才那样的。我们现在不断的熏陶自己成为一个大菩萨，成为如来，那怎么也会熏啊？同样可以熏陶出来嘛？是不是？认知蛮重要的，通过认知你可以去解决一些问题，就是自己习气欲望就慢慢放下了。你认知改不了，习气欲望永远不会放。那很难的，你不会放是因为你就没那个动力。我为什么要放？是不是？这挺好的，对对对，是的，就是人的头脑很那个很狡猾，他会要理由的。我凭什么我这颗荔枝放在我面前我剥了，为什么要扔到你嘴里而不是放到我嘴里？为什么我先利你？你说我饿了就给你吃，凭什么？那理由啊，是不是？你为我做过什么？是不是？你看这一刻，你说你为我做过什么？你凭什么？你凭什么要这个？那这就是凡夫的想法，知道吧？一个人就是这样想的。你要是想让我帮你好，你为我做过什么？我凭什么帮你？
好。如果如来跟菩萨是怎么想的？当他坐在这儿的时候，这个人坐在这儿看着他的时候，他第一念就是你要我帮你做什么？嗯，你要我帮你做什么？因为他是强者，知道吧？他是如来嘛。嗯，哎，他空性，他无处不在嘛，他没有恐惧嘛，他是最强大的。然后他就问我能为你做什么呢？会想想，他说，哎，我想让你移动我家门前的那座山，然后。你可以想想，你说啊，这个事情我神通还不够，以后我神通够了再帮你啊。嗯、你可以拒绝的，因为你不办不到。是，但是他说我要你移动我要你帮我写个什么，那可以啊，帮你写，是不是？在你力所能及，菩萨也是有力所能及，是吧？但是他的第一念非常准，他怎么样就当下对，就当下你去这样子想，你就是个菩萨。你说凭什么就是个凡夫？就这么简单的一件事吗？你训练自己这样，你有一天你就无惧了吗？无畏了吗？然后你再去修定力、修觉照力、修止力，智慧就越来越圆了嘛，就不就这样了。其实很多时候，你就从来就没有从无惧那样训练过啊，是不是？是。那有时候是觉得人心定啊，或者是。但是你对空性的力量了解的越透，你的定力越高，但最后无畏力，佛菩萨的无畏力是神通自在，法力无边，他的无畏啊，是带着功夫的。哎，但是我们现在也可以去，你从来就没把自己放在那种强者的力量地位地方，你永远把自己放在最贫穷的那个地方，因为你永远觉得你啥也没有，啥也不够，啊，永远觉得贪了，永远觉得。你金钱缺，情感缺，名虚名也缺，名利情全缺。你每天这样想，你还能不缺是不是？然后呢，只能住这个认知，只能让你更贪婪。嗯。因为你缺，你肯定要拿。要嘛。但是你会觉得你是如来，你是圆满的，你就是说自信一切具足。因为六祖说，你看过六祖坛经？嗯。一切本性具足，功德什么都具足。那么你一定表现出来的不是一个亿万富翁，他坐在这儿，他怎么可能说是我没钱呢？是不是？他不会说这句话。就是如果你真的认为自己是一切具足的，你肯定坐在那儿表现出的东西不一样，你的念头跟心性不一样。嗯。